什么时候又损失半滴血了？什么时候又损失了？太恐怖了吧！哇，煤炭都好恐怖哦！为什么搞成这样？招谁惹谁啦？先把石头挖掉，先把石头挖掉。觉得石头都有问题有没有？欸、这一颗就有问题啊，它钻出来了。它钻到哪里？你想去哪里？哎、欸，这样为什么没有？没有烧到？为什么？超级怕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有铁了，有铁了，有铁更恐怖，有铁还会怕，有没有？哎，活在恐惧之中啊！臭骂一下这个黑科技。挖矿是人生的乐趣，你竟然把挖矿的乐趣都剥夺了。我应该要那个让所有有玩梦魇的人都体会到这个，这要常驻，这个效果实在太棒了，要常驻。这个效果太棒。请求常驻有没有？东西啊！在哪里吃吃？哪里吃吃？好恶心哦！挖五块就好了，不要再挖了。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哦，那个渡鱼不是挖到渡鱼砖才有渡鱼，它那个渡鱼是在你挖矿的时候，它会随机生成在你附近。譬如说我挖这颗煤炭，它就有可能从石头，这个石头就有可能变成渡鱼砖，然后它就蹦，可能蹦出渡鱼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在你附近就会生出来，很恐怖啊。所以不是说你说哎、欸、这个是石头挖下去没事啊，我每一次都在挖这个，为什么会有事？解释给大家听一下啦。所以每当你挖那个，每当你挖东西的时候，那个恐惧就会笼罩你的心里，无法避免。好恐怖啊！我也很想挖金啊，那也要我看得到啊。有看到当然挖、啊，而且我现在只要不用很多哎、欸，因为我里面本身就有了嘛，本身的库存就有一点了，所以也不需要挖很多哎、欸。那个再跟大家讲一下，你用丝绸之柱搞也没有用，因为它本身不是砖的问题，它是你挖矿的时候就会生成渡鱼，这样懂吗？不是你说啊，我现在知道这个是渡鱼砖就没事了，不是这个问题啊，是你就是它就是会忽然生在你旁边，你懂吗？我之前也不懂，想说为什么会有渡鱼，那你就不是会生渡鱼的地方，结果渡鱼还是生出来，这样子挖不会有渡鱼啦，除非是它本身就有的。不过几率很低啊，所以你挖石头其实这样子挖不会有渡鱼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哎呀有渡鱼有渡鱼，因为渡鱼
生存的几率本身就没有那么高。会有渡鱼是挖，再说一次是挖铁，就是你挖铁的时候才会产生那个，不是挖铁啦，挖一些矿物，就是它是矿物，就是煤炭之类的，就有几率生成这些恶心的东西。我要挖咯，可是我后面可能会生啊，所以我要站在这一格挖，周围没有石头。喂，哎哎哎，没事。等一下，后面这一颗消失了，好恐怖哦！哎，它的范围蛮大的哎，我会怕啊！走开啊！挖个金的，挖个铁而已。我会怕，我好怕哦！我在恐惧之中啊！那应该很安全了吧？卖来乱哦！哎！没事。还有可以挖的，还有得挖。先这样，好恐怖哦！我们这一周目撑了那么久，我想要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啊！我以前也不常用黄金啊，你会自然回血的时候，金苹果算什么屁东西？可是现在你不行自然回血的时候，只能吃金苹果啊！以前我也不在乎有多少金，有就有，没有就算了。金这种东西没这么重要，现在不是了。到底换不换得到金呢？到底换不换得到啊？他会不会出？就是用绿宝石换金。如果会出的话，或是用绿宝石换金苹果。如果会的话，我就开始种甘蔗啊！我就开始种甘蔗啊！什么都不做啦，一年到头种甘蔗啊，可以吗？换得到吗？各位，换得到我就要开始种甘蔗咯，我不挖咯，我挖到现在我觉得我很努力了，有可能有金苹果是不是？那种甘蔗咯，开始采收。哎呦，这里真的很危险，那我要开始种甘蔗，我要去跟制图师换，你可以再做三个。哎，二十级急退，不要，我要努力撑下去。二十级急退的，不要。二十级急退，哎，我还可以放啊。这个嘞。22级击退，不要，再换，再打苹果。苹果，神之恩怨好像死掉了、欸。这里没有铁匠，没有生出铁匠。有农夫啦，先回家一下，我放在里面。书好，做
没地方放了，没地方放了，放这里，没地方放了。28级击退，28级击退，差一个是不是？差一个啊，这里好像也可以放哦，看一下，对，这里也可以放。这个，这个可以吗？我还在想到底可不可以。你要来吗？你每一次都是你，你是不是因为我跟你换了很多次，你就特别爱我，一直在我旁边？再放上去，就放不下了。放这里好了，书柜等一下放这里。书柜，再去做一个，收一收甘蔗。哎，等一下那个要书啊，我没有皮革啊，没有书。太认命了！刚刚查了 wiki， 说换不到，看来只能继续挖。啊，又有煤炭呢，好恐怖哦！现在看到煤炭，第一句话竟然是讲“好恐怖哦”。啊，有洞窟哎，好恐怖哦！这个更恐怖。有铁，下面有金，会不会死啊？九成会死啊！现在要讲九成九，九成九要死在这了。我看一下要怎么办。桥过去了，跟他拼了啊！你就弓箭手出来，好多金哦！拜托你们了，我不想死啊！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哦，还在那，还远呢，还远着。这里因为有岩浆，所以没有生怪。30%了，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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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现在才是最刺激的时候，有没有？看到了，还不能挖。现在是刺激的开始啊！好刺激啊！杜鱼随时会生成，挑战啊！挑战现在才开始。我先把这附近都挖掉，然后创造出一个安全的空间来挖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还怕挖了之后喷到岩浆里，那我不是白干了吗？对，为了金有没有？这是我们的命啊，只有一个而已哦。啊，只有一个不够啊！我要八个，我里面才六个。这还差一个，多一颗好不好？哎，烂呢！搞什么东西啊？搞什么东西啊？很烂呢！多一个会死哦。
在挖前面的、欸。看一下，我刚才好像有看到另外一窟哦，应该蛮安全的。大爷行行好，很安全，要做防护，防护网。大爷行行好，先把这里的石头先挖掉。会怕会怕，哎，有两颗，会怕会怕。大爷行行好，我们先脱离一下这个委屈的那个时代。我要挖喽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会不会冒啊？总觉得不够安全，有没有？会不会冒啊？你会不会冒啊？我要挖喽！这里有问题，这几颗有问题，离我远一点。好恐怖！我要挖喽！看谁有推我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回去了。这边挖几个铁，好了，不挖了，不挖了，不挖了，不值得这样冒命冒险挖铁，太不值得了。走，回去回去，赶快回去烧，赶快做金苹果，喝水喝水，上去再喝了。挖了很多铁，不是啊，挖了很多金，几个？六个，又是六个，每一次都六个。喝了喝了喝了，你觉得口渴了？没有，不渴，喝到90%，100%，烧，吃金苹果，拿出来。Standby， 所以我还有可以再打一个，对不对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哎，再掉一个啊！哎，其实我觉得我家那几棵榕树长太大，大到很夸张，一点都不想砍。虽然觉得去砍它，砍完应该会有很多很多苹果，要回血了，要回血了，要回血了。这一个没掉，先回一下。我们在梦夜生存啊，委屈度日啊，回血回血回两滴啊。我们在梦魇生存，我们委屈度日。这就是梦魇。先打一打。可是它最上面的应该，这棵榕树真的长太大了，这棵也长很大。干嘛、啊、都不长这么大干嘛、啊？有吗？重一重，我真希望你们都长小一点，你比较好砍。长这么大干嘛？长这么大很麻烦。欸、真的超大的、欸，超大。不然我们再做一个地狱门好不好？在这边再做一个地狱门，先去挖一下黑曜石，做一个地狱门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吧？好恐怖哦！我每次站在这里的时候都觉得
恐怖哎，感觉天要亡我，天要亡我的感觉啊！我要开始来挖了，我是不是应该要躲在里面挖，比较不会死？别死！我也不想死啊！两颗，挖到要挖最少要几个？十个才可以做地狱门。十个，哦呦，哦呦，哎哎哎呦！哎，刚刚好像没存血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神奇？那个好刺激哦！为了要腾出空间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做法好像是蛮务实的，在这个社会蛮务实的。我先在这边盖地狱门，去到再说。走务实路线有没有？可以了，我们要过去了，第二次了。等下弓箭先拿好，第二次了，剩没几滴血。哎，哎，哎，好旁边哦。这太危险了吧！这里太危险了，这里太危险了。我觉得有点危险。我觉得有点危险。有看到堡垒吗？哎，太高了吧！没有带石头来，失策，先回家。前面有影影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这里有点危险，找地狱堡垒都不知道多久。下一次再说好了，先这样。今天到这里，今天先到这里，下次再会，下次再会，拜拜了。